完全不使用工具，就是用双手来去推那个泥土。米开朗基罗他是在凿那个大理石，是很坚硬的，其实是它是一个不同方式的一种对话，或者跨越时空的一个对话，所以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影像、行为、雕塑以及这个诗歌，它在一起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结合。我了解到这个展览的机构呢，他们非常好，包括对环境、对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友好的态度，一些工作的方式，我觉得都，是他们的理念，都是我觉得很认可的。